唐经理啊，啊，拢给你送来啦，吼，啊，这猪耳啦，吼，啊，这猪脚啦，啊，搁这卤素吧，安尼，啊，讲对啦，吼，哎，啊，来偌济？6.5啦，6.5啦，来，多谢你啊，多谢你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来6.5。啊，明仔载要送我者，我再搁打电话给你。好，唐经理，嘿，今仔日足水哦，头针找啊，你把小马车哦，啊，给你弄着哦，快些快些，我你去接你啦，哎呐，太搞要死，哎，谢谢啦谢谢啦，谢谢谢谢。爱食着才有尊崇啊！食着才有尊崇啊！你阿公，他去换一换啊！同学，你家家爹嘛？我快点呀，快点呀！李小龙也是琼瑶仔，你见？不会啦！他拜托你了，做这股票没事啊，我平常会考虑好啊，先。喂，小丽啊，读册无遐尼啊困难啊！你是因为基础拍了无在，你唔才感觉啥物拢足困难的。只要你基础拍好在，你就知影读册是足趣味的代志哦。哎，你足烦的呢！回头讲无爱是无爱啦，无是要安怎？你即摆在看啥？佮继续我怎么来讲？我唔要看你这种腿啦！这么无教训，我看你袂起啦！歹势啦，歹势啦！阮查某囝吼，唔知影讲你要带个管粪堆咧，啊，对你安尼无大无细，哎，你着手势也较悬咧，唔通真实个。小老弟，袂要紧啦。其实不管你查某囝个性安怎穿吼，伫管粪堆啊资格还佫差一大截咧。伊真巧，我有信心。等下，等下。小丽啊，我跟你讲几届啊，你要进来之前要先敲门呐。哦。安尼会使入来吼。请进。小丽啊，今仔日吼生意袂歹啦，啊，这互你食红啊。免啦，这礼拜我袂想着你。哎，小丽啊，我想我唔知要安怎讲才好。等你想着，才会讲，敢唔好？讲话吼，哪会当像胎弟安尼哦？唔知要偌好啦。小丽啊，其实迄个家教吼，人足好个。你好，我无好。虽然我是一个胎弟的老爸啦，啊，不过我感觉吼，我的查某囝是上好个。这个查囝会搁较好啊！干嘛？小弟有什么好逛的？唐姐，我们一条北线。没关系。一条北线嘞。你把围裙上嘛，家政车又不用上了。
我用得到啦，还多少？100块。谢谢。走了，等我们吃冰。好啊。卫生巾啊你啦，占一条，不是这条啦，我一条较旧的那条你啦。阿爸，这条新的较水较清气啊，你把旧的垃圾甘换咯。那我一条旧的我有感情的，你知？这条新的哦，迄段我培养偌久才有感情啊？是安那？我一条旧的你家摕去等你杀哦？无啊，你嘛家己袂记藏底，牵到对我家来哦。剩一条啦，要买胎啦！哇，啊，我今仔日哦，阮足袂顺利的，哎，迄无代无志换这个新的，迄旧的都好好，你换要创啥呢？唔知影你。好心好人，当时唔知要做恁查囝。哎，死又那烂，回新的阁无换，老烦等。小丽，你在车上？嗯。嗯。哎呀。啊！你迄卫生巾啊，顶悬油腻咧，你毋知浸一点湿温水，毋知洗起来。对啊，啊恁阿爸？菜市啊啦。哦，我来找伊哈。啊，毋着湿温水洗起来，这外油这带几啊冬啊，洗袂掉啊啦。我对对啦。这台湾，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来进看卖啊。没有，啊，这个我差不多啦。哎呀，啊，小哥，哎，你袂歹啊。店长，啊，你来来。我是哦，送出这边阿你啊，来。啊，啊，你搁专工送来哦。哎呦，后边免遐尼功夫啦。应该啦。出老哥，小丽买了你的卫生巾啊，真水呢。卫生巾啊？不是啦。这哦，小丽在校上家政课在穿的啊，啊，今日哦拄好找无迄领旧的啦，我唔得个提起穿，袂歹看啦吼。敢若唔是哦，我明明看伊去街仔路买予你的呢，我阁有听因同学讲，明仔载无家政课啊，买这要创啥？啊，差拄只啦，我要出来时阵，我阁看到恁查某囝在帮你洗旧的卫生巾啊咧。啥奈？哎，无啦无啦无，无代志无代志无代志。阿伯，我先来走。好好好好好。阿爸，我要出去了。小丽啊，小丽啊，啊，这条旧的卫生巾哪来提在这？啊，就我变粪扫时看到的啦，可能在收藏叫你要加去啊，我洗过啊。小丽啊，你敢知影？这条旧的卫生巾啊，我哪会拢规工穿条条？不管去到倒位，我拢穿咧。这条卫生巾啊，就是恁老母在生的时阵，家己亲手替我穿的。我要哪敢等伊上？我袂过，小丽啊，
你当家买乌苏棍啊，我上面报你哦。